塘啊，咱是自己挖的啊。你自己挖的啊，就是你们家的池塘相当于啊。这个池塘有多大面积啊？能有4到4亩地吧。4亩地啊、哦，这个地主要是缺水哦。这整个这个地是没有缺水，哦、所以原来我们这个地原来是全部是大江地嘛。大江地种大江的地方啊，大江的地方它必须有水源有充足，所以我们就挖了这个，慢慢也是断断续续的挖了这个池塘。哦，这样费功夫了、嗯。底下你看都是一些比较硬的一种石头是吧？那边都是石头。哦，那边都是石头，对。是和地有地下水往上上的哦，自己有地下水，对，从山上渗过来的。你这还养了一些鹅？自然养的大鹅。大鹅啊、哦，啊，真还可以。刚才我看到这几个鹅在晒太阳。这边种的这地都是小麦，是你们家的？这全都是。这都是你家的地啊？你知道南吗？你看路南到那个大塔，那个塔还往南，这那片发绿的都是。哦。这面也是，这面是。那面就是房子，那个小房子以下，就这两方，你看到这两方绿的，到那个树那个的这一边啊，都是你家的。这是什么果树啊？这个？这是柿子树。啊，是柿子树。这个柿子就是不用懒，就是秋天在树摘下来就能可以吃的，很甜的那种，根甜的那种。啊，叫柿子树啊。是。哎呀，你这个鹅养的又够大的，里面应该有鱼吧？有点鱼。有点鱼啊，投点鱼苗。我们这大鹅都可以飞，都可以飞出去。哦。那不得了了，都是大鹅能飞，家养的鹅能飞，不成精了吗？以前我发朋友圈，嗯，说那个鹅能飞，他们不相信。这当时我也不相信，嗯，就是他练了，他原来就是在上面，那是他的棚嘛，嗯，他有时候就是直接起步就上岸。养了多少年了这个鹅？这个鹅能有6-7年了。6-7年了，是一家人啊，应该是一家人，嗯。今天那个能见度不是太好，咱们无极山人告诉我，就前面那个山就叫无极山啊。哎，我看这不是一个什么综合蔬菜专业合作社？对，您这个合作社属于你的吗？这是我们的，你的啊、哦。我们这个合作社现在是啊，属于省级示范社。哦，我们这个合作社做的还非常好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哎呦，这里面好像还有书画作品啊，这个、能看看吗？可以，这是原来我在这里住的时候啊，你在这住过一个小画室，现在都没收拾。那现在那东西都放哪儿了？就放银山，咱有个大画室啊，银山有个大画室啊，就没动。这都是你写的字吗？对，这些都是你的书画作品啊。对对对。哦，让生命，这都很早，更有尊严是吧？嗯。汇丰合唱，让生命更有尊严，就是我们让粮食让种啊。让我们小麦玉米都活得也自由自在哦，太有尊严。你这个练书法多少年了？我从小就可以练书法，而且一直坚持，一直坚持。啊，去搞农业或者搞别的，但是晚上一定要练字。练字啊，又飞，德行天下，你的字很有特色啊。对，这叫什么？竹烟风雪，风雪，风雪欲兼径，原来是一个连条，在这样念着掉。哦，这里这些字啊，这个现在不用了是吧？嗯，就残存一些这个字。这不后面我们现在有了吗？下面就全部就画室放那边了。啊，把画室放那儿了。以前这画室在这儿。嗯，对。现在不用了是吧？你的字还是很有特色。我以前我见你画的那个字，写的字还有点这个就是象棋那种啊。对，要自己画意。也是自己画意的，那个些字不在这儿，这里没有。对啊，这以前是你的一个小的一个工作室，对，好多宣纸，你看你还存了不少纸是吧？对，喜欢这个纸笔，哦，你看这些，读书读了不少啊。对。哎呀，普心基文选，这都几十年了。我刚毕业的时候。你哪都要上的学？我91年大学一毕业就买了一套普希金全集。哦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，嗯，那个是。挺好挺好，真是，你是文人啊，这个读了书就是不一样啊、哦、这个思想境界就高了。下面还有个小梨园啊，那边也是你的吗？都是你的。哦，前面也是。前面也是啊。这个房子呢？这也是。也是你的房子。看你开你这个可开拓的余地很大呀。是吧？对。那边的棚子是别人家的了，那是大队的，大队的啊，还有大队现在，
这边还有几间房是属于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上一套气象设施。为什么上气象呢？因为我们搞自然农法，就是跟大家讲要跟24节气联系在一起，必须要我们有个气象的东设施都放在这里面。你是私人搞的吗？对，你私人搞的气象设施。这个是气象是申请，是气象局给安的。啊，气象局给安的，是你申请弄的。嗯，对。哦，我们要搞这个农耕法，就是跟24节气要联合。这里能够采集一些什么气象数据？就这个方位的，所有的数据，包括地下。它能记录吗？还是通过电脑传？它全部传输的。传输的是吧？哦，现在这个哦，都是太阳能的。就太阳能的。都不需要这个拉电线啊。不需要拉电。你看，这是可能它就是采地下的什么湿度啊、温度啊什么的。在空中的风啊什么风速啊，风量啊，湿度啊。你看我们的果园我们也不打除草剂，就让它自生自长，然后草与树共长。那草与树共长不行，你得修理啊。那这个草和这个树争夺营养不行啊。但是我们就让它就是不要，只要不要罩住树就行了。哦，这是什么果树啊？这是我们种的苹果树。啊，苹果树啊。原来有个桃。哦。你这个地方还得好，我觉得还应该好好的打理，可能你人力不够。你人力够的话，可以好好的搞一搞这么多空间。当然这个季节当然不行了。它是那个地方空是怎么是？下雨那个地有点刮。它落了它就。我现在这冬天我们要把它重新整一下。要重新整一下。水位变这了，那边的树可能不好就不弄。这样子的。什么房间呢？这是我们山里的一个小办公室啊，山里的一个小办公室啊，也是你的办公室，示范农业。你看我们那个省级示范社那里。省级示范的示范社，优秀种植大户还是？对。这2019年，这个乳山市农业局发的，然后这都是你写的字啊。这是于老师的。于老师哪个于老师啊？这是黄岛、青岛那边于老师。哦，他的作品。嗯，对。哦。他画这个竹非常厉害，在人民大会堂都有，是吧？特别有意，不一般的竹。这个字是这个字是我，这是我老师，他是用左笔写的，左笔写的。这个呢？这是我写的，你写的？很早很早。酒香留客住，你的字还是好看啊，我觉得，你看，有的时候，你看，这种正统还是很多人还比较喜欢这样。对，我喜欢这样的，这个也是。这里他有字，这是谁写的？这是我写的，也是你写的啊。明月松什么？松间照。哦。清泉石上流。哦，对对对。这是2017年写的，我很早。2017年写的啊，你的字还是很有功底，一看就有功底啊。这电脑还开着监控器啊，那是监控器哦。常不来这个地方了是吧？嗯，不在，反正都不在这办公啊。所有的地方都在监控。哦，都有监控啊。哦，这么个样子啊，还有打印机、空调，是三星级的啊。星级合作社，还有章程、工作制度、理事会制度。哦，什么？那个前面那个白的是高铁站啊？对，高铁站。啊，那高铁站离你这很近啊。近，